来我江江今天来改这台潮威啊。这台潮威呢，上次直播的时候改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剪成短片啊，所以我们就重新再改一台吧。哈，好像青蛙哦。这个护具我就不改它了，听说不改它的话可以增加一些速度。OK， 它其实是这个引擎上面的这个空气滤清器啊，这个其实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啦，外观不一样而已啊。气门罩，引擎的那个罩子啊，来个隔合金的好了。排气管，这个排气管有扁的斜口，感觉差不多啊。水箱护罩，3000块而已啊。OK， 所以它这个大灯有这个赛车级，就有叉叉，然后还有多两颗灯啊，应该没差吧？引擎盖呢？引擎盖这有点像是在打耳洞的样子啊，鼻洞、耳洞。我们用原厂的，原厂比较好看。车灯的部分还有这个霓虹灯。我用红色好了，因为等一下会选那个涂装。涂装来喽，竞速条纹板。OK。印象中它不是还有一个吗？英国风的。哦，还是这台车没有啊？好吧，我们先选这个全球石油好了。然后我们的，这个是喷漆，给它换一下颜色。比较像是我上一次改的颜色啊。这样子好。然后副色调应该就前面的颜色，前面车灯的颜色啊。装潢是这个把手还有椅背的颜色。炫调系统太低好像会卡到那个地板。变速箱 OK， 它这个车厢部分有做这个配盖钮，还有这个后车厢哦。就给它加了吧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涡轮吗？加涡轮会多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 啊，因为加速已经满了，没办法改了。隔合金的这个刀片，刻字的花轮胎，红色。车窗。当然，淡色系的黑色啊，还 OK 啊。好吧，先这样吧，去试一下车。哦哟，起步还蛮快的哦。但它如果时速超过200以上的话，它会飘哦。如果开太快哦。开太快它会晃，左晃右晃的，然后不太稳定，我觉得。哦，好快！哦，打滑了。看一下低人声，
哎呦，第一人称可以看到上面，空气非常的好，然后这仪表板还不赖啊。哦，一人称开车。这公开战局，感觉会被人家轰炸了没有？第一人称不好开啊。OK， 看起来不错啊，这台车蛮漂亮的。哇哦，电脑版的就是不一样啊！电脑版的车子光影效果做得很好哎。好啦，这影片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帮我多多分享出去啊，各位大大们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